服装表演首先由中国文化学院的学生演出中国历代服饰的变化。这项表演是以各朝各代的有名人物，像杨贵妃、西施、秦良玉、慈禧太后等人物为代表，由王碧莹领导表演的现代服装都是采用的国货材质的。除了一般的外出服以外，式样方面都是中国式的，美观大方，赢得了很多的掌声。也有很多的观众纷纷拍照留作参考。